三颗草莓泡芙。啊！那你的饭团是？是做肉松饭团还能怎样？对，肉松饭团是甜的、啊，你有发现吗？啊！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。新四十二八宝贝星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邓泽，我是木瓜，我是维尼，今天又来到了超商路口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东区啊，大家也知道东区是一个很热闹的古夜市，没错，整晚都很热闹。哎，整晚的话，我们今天好像有来一个新的来宾啊，然后他也出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整晚 All Night》。我们接下来要欢迎到了就是我们的阿垮元少年的队长黄风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垮元少年黄风鸣。哇，这首新歌呢叫做《All Night》，希望大家在晚上的时间睡前啊，或者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我。它是因为 R&B 的风格，我跟蔡伟勋一起合作的。今天这个主题是超商路口，你平常会就是半夜的时候也去超商买东西吗？我 always 在超商。哇，我也今天早晨在超商。那我们今天呢选择地点就是在东区，我们会以这个中上路口在附近为主，然后给它绕一圈。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聪明，新增了两个转盘选项，第一个是 All Night。第二个是整晚我想来一点，那更详细的游戏规则，帮我们看这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，Go！ 我们希望下次看能不能抽到五个人，走起来！哎，大家，我们来到了第一间 Seven， 穿有点紧张，来吧。不可能一开始就由我决定吧？通常第一次玩，新手运。整晚我想来一点。第一个一开始就破冰游戏吗？等下我们就是会有个节奏游戏，那开头就是整晚我想来点，然后出题的人就先出第一个，然后接下去这样。这个赢的 bonus 就是赢的那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其他人要吃什么。对，最赢的那一个。最赢的那一个。好，我们转一个哦。好，三二一，整晚我想来点热狗，一根薯条，两根茶叶蛋。三颗草莓泡芙。啊！好，正式哦，大家我们正式来，没有在 NG 哦，没有在喊口的哦。好 ，Go！ 整晚我想来一点茶叶蛋，一颗 Pocky， 三根啊靠！淘汰，帮我们三个，OK。整晚我想来一点冰淇淋，一只。我超级没有游戏参与感。我先来好了，我先来。整晚我想来点香肠，一根老虎牙子，两瓶草莓泡芙，三颗冰淇淋，三。这都是我平常会吃的。难怪我刚刚有在猜是这个 set， 全部都是健康产品，豆浆。我吗？你感觉很需要蛋白质。谢谢。优酪乳的。然后给邓泽，好。我看起来很饿。啥？跟我讲的不一样，真的吗？而且它是无加糖。我个人最喜欢什么？甜的东西。天哪，现在就这样。你很会挑哎，你很会挑哎。超香的耶！包包这个是什么口味？哦，盐焗鸡腿。温沙拉，但是我觉得沙拉里面有点味道，然后又不像是有点像和风酱那种。嗯，然后其实就是沙拉，它是沙拉，可是他想说你的表情真的，我真的要讲它很好吃，他说哦，它就是沙拉，它的肉很好吃。那我这个呢是顶级鲜奶优格莓果谷物脆片，真的满满满的谷物哎，它的莓果会在最后充斥一点甜味。然后它的优格是完全不会甜的那一种，完全没甜的优格。吃完了，好好吃哦！茶叶蛋最后一口，我也要最后一口了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哦，好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口。嗯，好，下一家。我们到第二间超商啦，那就我开始。好，好想玩游戏啊！好想玩。晚上赢了，点到的是。我们要没得选嘞，怎么办？这是我吗？是，会一样是风鸣决定我们三位要吃什么，但是风鸣必须要用他的歌声来交换。我们就是乌苏拉饼。他想要唱一小段给我们听啊。好，风鸣也帮我们挑完了。我觉得他风鸣这一次也是你的，就是私心推荐吗？听说有人很喜欢。他很会玩游戏耶。你拿饭团了？这个我想喝。我想拿饭团。
冰箱喝热美式。其实我平常不太喝冰的，哦，不然最多的就是常温，然后这两个就是哇，太好了，他吃两餐沙拉哎，没有啦，因为这个有辣。好，那在用餐之前呢，因为最近风鸣推出的就是新的单曲《All Night》，我们呢也用这个旋转转盘换到了。吃饭配歌声，对，哇，这个。You shine like a star， 流星你存在，就算再远都能把你发现。是坚定，就是想 be with you all night，Baby come for life， 不必再等待。每个新的瞬间记录你的爱，你都想唱出了心态，此刻只想抱你入怀。哇，好享受哦，这个好吃哦。大家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All Night， 那 All Night 这首歌算是在半夜写出来的吗？我在写词的时候算是我在车上看到可能行人啊，或者是在路上情侣啊之间的想象。那你粉丝有没有觉得有些经验是你觉得很难忘的？我觉得他们很贴心，就是他们不会把自己的那个需求摆在第一个位置，他们都会照顾到我的心情。哇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如此的坐云霄飞车，一下子高亢，心情啊，一下子非常的平复。我觉得我这个饭也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它的鸡腿非常非常的入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一共有四片鸡。那你的饭团是就做肉松饭团还能怎样？对，它肉松饭团是甜的，你有发现吗？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。好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口。哇，好大口。吃完了？没有，大家唯一的最后一口在这边，在这我们。你要不要去舔吗？不会吧。刚刚我们这两浪下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战力很低。不行，我们下一点来帮我们提振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派出我们频道最臭手的。为什么是最臭手？因为我每次都能转到最烂的。对，我们决定要反其道而行。不要那两个就好，不要那两个，我要自己选。好，呱呱的是。他一个人玩过主持人吗？对，他一个人玩过主持人。我们自己抓我。是啦。哎，各位，由我决定。欧奈。哦，冰冰。甜甜的，甜甜的。呀。希望有人陪你一起。是玩过主持。没有，要起火了，要起火了。交换，后面有饼干，饼干差点交换了，可恶！多拜，谢谢你陪我，我们频道出事了。有肉有饭有菜，这刚是烤鸡腿，也是烤鸡胸啊。大家应该都蛮多人吃过的桂冠奶油意大利面啦。我饼干选的呢就是奇多，大包有太多。所以我吃那个迷你包水手包，它是 Dion， 它是来自立陶宛的冰淇淋。哎，它长得好可爱。对，它是爱心。就是因为我们频道的每一个人都缺爱。对，大家缺爱。我们呢，其实我很好奇，像是现在男团还会被赋予什么禁爱令这种吗？其实还好，会希望啊，但是不会强烈规定说绝对不要。对，喝最后一口啊。最后一口还掉了一点点，我吃完了。OK， 谁想先？我不想先了。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吃的？我不要主食了，我不想喝东西就好。喝东西，好，那就你来吧。会喝到东西吗？微波主食，喂。你有什么开胃的方法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可能今天就是特别强运这样。那谁要当第二个？我不敢接这个。好，我现在的方法感觉会特别烂。那我来吧。你来。谁？哇！有你接近。谢谢。怎么回事？谢。由你决定吗？微波主食。微波主食。啊，面包。你只爱一次。可以，饼干，大家就是很幸福。我们曾经见过的，在那个八月的开箱 Seven 新品里面的达克瓦兹麻辣猪皮。好，我的是水，
就是随便挑一瓶水。最后我这个呢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它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个家常味的饼干，因为我妈超爱买这一家的饼干的。然后它是榛果巧克力夹心酥。我觉得我在搞自己，很辣吗？超辣哎，完蛋了！它里面是有汁的那种，然后它整个汁都是红的。我在这边就闻到那个辣的味道。大家知道波米就是从台南然后开始一路北上，也很好奇，对你来说有没有比较代表性的家乡味的食物？我觉得是牛肉汤。那有什么方式是让你可以去跟家人升温的方法？就是电话、视讯吗？视讯我们家比较不会，但我跟我弟的话是打游戏。哦，你会打什么游戏？就是传说对决啊，语音，然后会一起来。对，传说对决蛮能升温的。聊到这是我的最后一口啊！不然你吃完了，就最后一口。还有很多，它太辣了，我现在已经吃到头冒汗。没事，我得力，我也很痛苦。太辣了。维尼还有那个鸡爪，鸡爪。哎呦，这边还有鸡爪。你说还有这两块吗？最后一口。好，来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口。我决定当第一个了。好啊。刚刚呢？是。泡面啊。哎，你真的好惨哦，蛮惨的。好，你看我接在后面一定很轻松。会不会是泡面干杯嘞？泡面干杯。面包可以。来。又是饼干。玩游戏。快点。玩游戏。还有什么？错过了。饼干。饼干，但是我们还是再玩一次游戏啊！我有点想，没办法，没有玩游戏，我们可以等下自己私下玩。我挑的是哇，一整包的棉，它是棉花糖，然后又是跳跳糖加在里面，可乐风味的，它就是一整坨给大家看，哇，好疗愈哦。我的是生吐司，因为其实我比较少吃吐司，然后就找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吐司。最爱原味，唯一支持原味，其他口味都不行。我也是原味派的。我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火鸡肉风味铁板炒面，它是甜的吗？哦，它是甜的。嗯，那辣吗？你问我，你怎么会问他？他一定会说不辣、啊。那风米很少吃这个生吐司，觉得什么？面香还蛮重的，那有吐司感觉。那现阶段的大家来说，对于工作、感情、家人。梦想、爱情，就是这五个的排序，你们的首位 top 是什么？那我们一起三二一猜一下，风鸣是什么？好，风鸣也一起说。一二三，梦想。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？啊，一样了，对。那朋友、家人跟感情呢？朋友重要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对家人说爱的人。所以感情就排在最后吗？算是。啊，瞬间到没有，跟我大相反。也许25岁再问我，啊，可能是另外一个排序。因为对双鱼座来说，我们呼吸就是需要爱情，我们无时无刻的呼吸就是要有爱。旁边有另一个双鱼座想说，谁要爱谁啊？家人的爱算不算爱？但是你会想要有更进一步的感情上面的爱，你想肉体上面的爱？没有。我如果是肉体上面的爱，就是可能欧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会有这样子。对，那你什么时候想要肉体上面的爱？今天很呛是吧？这是我的最后一口，我的最后一口，哇！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。同时间就是这么及时，我们节目就这么时间。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大家。对，我的新歌《All Night》已经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了，大家帮多支持一下喽。真的好听。而且就是跟小派就是好朋友一起连锁制作的，所以呢，不管词曲或者是音乐的曲风都非常的轻松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也想问一下风鸣，因为首次来我们节目超常路跑，觉得一切还习惯吗？习惯，习惯，蛮好玩的。啊，会想要来下一局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哇，有点像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看到你们在吃，吃到拼的。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做哪一地区的超超路跑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还想敲碗风鸣来上节目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是八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谢谢风鸣，谢谢。整碗吃西瓜，开始。太烂了，好笑就是了。太烂了，整碗吃西瓜。啊！操作操作。
效果，我们绝对没有在干嘛的。好，不是说效果吗？对。哇！不要跟你争。